碾碎而等。 Yeah.
如此。 Yeah!
你果然成功战胜了对手，如此孙子便能得救。龙儿如老夫，不知手段。应龙，这力量名不虚传呐。
无长他被敌人，无需多言，你伤势不轻，<笑>你先返回营中。方才真的非常失礼，可是义勇兵，既然如此，可否请阁下助在下一臂之力？ 阁下手上，定能善加利用。 Yeah.
在下奉命前来救你。请看，此人已经饿得无还手之力。若放任黄巾军作乱，我大汉将化为一片焦土。黄巾军驻扎，敌众我寡，不知是否有出其不意的妙计。
也感到略有威胁。能够做到接近打猎的话，真是好身手。没想到竟如此精通，化解了金药。敌人也必将军心大乱。多了。
看来只有我等独自应战了。眼前之敌并非等闲之辈，切不可大意。
还请诸位安息，战友们。阁下奋战的身影实在令人赞叹，竟然有此等强者埋没世间，在下仿佛正目睹龙腾玉飞之英姿。奋战之同袍，彼此含笑道别之后，战死于沙场，为守护天下万民，在下到底该何去何从？龙一般强大的阁下，您为在下指明了道路，在下赵云，愿凭一柄铁枪闯荡乱世，面前总有百万大军挡我去路，俨如麒麟一般，开辟一片崭新的太平之势。战死之同袍，没想到竟有如此强敌，前路恐怕将愈加凶险，务必提高警惕。走，手中铁枪，开辟太平之势。
曾见过您呐，也罢，汝但兵器之优劣，关乎生死。哎呀，失敬，我此行意在磨练技艺，请看看我的作品，必定。想要什么？王妃的官吏居所，如今已成为黄巾军的根据地，简直就是朝政之所以。披靡
男人。
下也隐约感受到了吧？武雄就在附近。大胆奸细，可知此地乃是刑场？尔等就跟天柱派的女子一同，乖乖成为耳食吧。跟上在下，逃到安全之处。
平之事要进了一步。多亏你帮忙。哦，谢谢。幸好无事，只不过还是向这位医师道谢。我的名字叫做红巾，正在暗中侦查黄金这块玉石。军务在身，先行告辞，还请阁下随后前往广宗前线，若朝廷军得到阁下相助，必将士气大振。哈，能不能也带上我？